是小花，一个是豆豆。我喜欢太阳，也很喜欢笑，大家都说我笑起来很酷哦，哈哈。阳光下的微笑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抓到了！走开，走开，不要挡住我的路。小花，小花，刚刚是谁呀？就是他，螃蟹王。走开，走开，不要慢吞吞的，都走开！孩子们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呦！没事没事，休息一下就好。螃蟹王，你撞到乌龟先生了，应该要说对不起。我不说，我已经叫他先走开了，谁叫他不走开？你真是没礼貌！没礼貌，没礼貌，没礼貌！啊！乌龟先生可怕，不要欺负我们的朋友。哼，我才不是没礼貌！哎，好痛好痛！走开走开，都走开！哎呦，好痛好痛啊！怎么这边的也不走开啊？可恶！啊，好奇怪哦，螃蟹王怎么一下子撞树，一下子撞树啊？还一直哇哇叫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怪怪的，我去问一下鸟妈妈。哟，你不知道吗？螃蟹王眼睛不知道怎么了，一直都看不清楚，所以常常会撞来撞去的。是不是眼睛生病了？嗯，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知道他很怕看医生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哦，不客气。虽然我们不知道螃蟹王为什么害怕看医生，不过我们拜托医生来看他，帮他检查一下。好了，我不要打针，眼不要吃药哦。啊？啊哈哈，你是因为近视才看不清楚，只需要戴上眼镜，不需要打针，也不需要吃药哦。哦，是哦，怪我这么担心。来，戴上眼镜，你就不会再撞上别人了。哇，好清楚哦，乌龟先生，嗨，小朋友，你们好。嗨。撞到的，太好了！你要谢谢医生啊。谢谢。听不见，大声点啦！谢谢医生，谢谢大家。走吧，我们回家吧。好。订阅画面就可以订阅水果冰淇淋频道哦，也可以点选苹果电视画面就可以继续欣赏好看的影片哦。